四月的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已经过去，可是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日两国运动员结成的友谊之花却永远在人们的心中开放。为了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战斗团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锦标赛后，应邀在日本的大阪、京都、福冈、札幌、横滨、东京等城市进行友好访问。府和关西地区的日中友好人士、各阶层人民群众1300多人举行盛大酒会，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大阪。工会总评议会、大阪地方评议会议长贴佐义晴、大阪经济界代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会长松原宇三松相继致辞，对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大阪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赵正宏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并向斗争中的日本人民学习。酒会上，日本朋友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赠送一面有全体到会者签名的大幅红旗，上面写着“日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万岁”。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是造船工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观日立造船厂，运动员们和造船厂的职工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大阪府立体育会馆，5000多名观众观看了中日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这里举行的友谊比赛。
两国运动员的精彩球艺、友好态度和高尚风格受到观众的热烈赞扬。中国运动员表示，通过友好比赛，必将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感情，对于能有机会再一次向日本优秀运动员学习，感到非常高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决心同广大的日本朋友携起手来，为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出新的努力。京都，日本最古老的都城之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这里进行了参观访问和友好比赛。日本朋友陪同中国客人参观游览京都附近的另一座古城奈良。相传，这是1200年前按照中国式样建筑的寺院。中日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长期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奈良鹿苑的养鹿人呼唤鹿群，请中国客人参观。福冈，日本九州地区的最大城市，也是最早和我国人民有着密切交往的城市。传说，从中国来到日本的第一只船就是在这里靠岸的。今天，好客的福冈人民又在准备欢迎远道来访的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福冈举行的宴会上，参议员松本英一致欢迎词，他希望通过代表团的访问进一步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向前发展。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王晓云在讲话中转达了七亿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的友谊和问候。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福冈访问期间，还和福冈、山口县等地各界朋友举行了座谈会。为了纪念这次友好会见，日本朋友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赠送一面红旗。两国朋友高唱一支团结战斗的歌曲，让这歌声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回荡。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束在福冈的访问，乘飞机去日本北部高原城市札幌。在机场上，中国客人受到北海道地区的各界友好人士旅日朝侨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山城札幌是北海道首府，这里原来是一片森林，勤劳勇敢的日本人民用了100年时间建成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在札幌访问期间，代表团部分成员去市郊农村长沼町参观。中国客人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当地农民的水稻育秧设备和播种作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赵正红等应邀到农民川南先生家里做客，受到川南先生全家的热情招待。
滨市市长飞鸟田一雄先生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横滨进行友好访问。飞鸟田一雄举杯祝愿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获得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团结日益加强。招待会上，日本音乐家为中国客人演奏了日本民族音乐。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旅居日本的朝鲜侨民开办的学校，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洙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韩德洙主席和赵正宏团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他们热情颂扬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旅居日本的爱国华侨满怀热烈激动的心情举行集会，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讲话，他请代表团转达旅日侨胞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问候，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代表团副团长福志航讲话，他希望爱国侨胞加强团结，争取更大的成就。祖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为侨胞们做了精彩的表演。
广大爱国侨胞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对祖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感到欢欣鼓舞。是东京附近千叶县一个土地肥沃的村庄，这里的农民为了反对美日反动派抢占他们的土地，修建新的军用机场，与佐藤反动政府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解和学习英雄的三里冢农民的斗争事迹，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部分成员到三里冢进行访问。日本朋友向客人们详细介绍他们与美日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情景。5年来，三里冢农民在日本全国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各阶层人民的有力支持下，敢于斗争，不畏强暴，以他们的英勇行动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威胁、恫吓和野蛮镇压。三里冢的农民与反动派坚决斗争，誓死聚守在战斗岗位上，寸步不让。反动派凭着手里的警棍、手铐，可以逮捕一个、两个，甚至几百个三里冢农民，但他们怎么能够把千千万万觉醒了的日本人民都逮捕起来？三里冢农民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佐藤反动政府的反革命气焰，大大鼓舞了正在开展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全体日本人民的斗志。日本朋友告诉中国客人，三里冢的群众正在百倍警惕着敌人的新阴谋，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国客人热烈赞扬三里冢农民威武不屈、团结战斗的坚强意志，坚决相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日本人民。三里冢妇女行动队的老大娘把他们在斗争中戴过的头盔送给中国客人留作纪念。东京，日本的首都，一贯追随美帝的佐藤反动政府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但是广大日本人民却渴望发展日中友好，积极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日本朋友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
向广大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毛主席著作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东京访问的消息传遍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东京户种运输工会12名汽车司机写信给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说，我们抱着梦想一般的希望，邀请你们到这个只有12名会员的工会做客。怀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谊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受了这一真诚的邀请，派出运动员访问户种运输工会的阶级兄弟。工人们对于代表团来访表示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把自己组织参加战斗时佩戴的臂章送给中国兄弟作为纪念。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运动员为户种运输工会的同志们做了精彩的表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东京访问期间还应邀到松山芭蕾舞团做客。朋友们，我们曾在北京相识，今天又在这里重逢，满堂笑语，满怀激情，两国战友亲切交谈，共叙团结战斗的革命友谊。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员们
为中国战友表演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五寸刀舞》，受到客人们热烈欢迎。两国战友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唱一支友谊的赞歌，歌唱今天友好的聚会，歌唱团结战斗胜利的明天。国立竞技场代代木第二体育馆里，4000多名观众观看中日两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的友谊比赛。这是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期间最后一次比赛，两国运动员朝气蓬勃、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和良好的球艺受到观众的热烈赞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东京期间还为广大工人、学生举行了一场表演赛。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日本运动员长谷川新彦的友谊比赛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日本著名运动员伊藤繁雄、河野满等分别担任了这场比赛的裁判员和计分员。
小小银球传佳话，乒乓台边有情深。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访问期间，坚决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通过比赛同许多老朋友重续友谊，并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从而加深了中日两国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出了新的贡献。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束了在日本各地的友好访问，归国前夕在东京举行盛大招待会，向致力于日中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广大日本朋友告别。1800多位来自东京和其他各地的日本朋友出席了招待会。洪团长讲话，他对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受到广大朋友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他祝愿一切期望日中友好的日本朋友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争取更大的胜利。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甲二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后在会上讲话，他们热情赞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对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王晓云举杯祝愿日本人民的斗争取得不断胜利。招待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同各界朋友畅叙友情，表示一定把在日本学习到的宝贵经验、日本人民的真挚友情带给中国人民，并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各界朋友的殷切期望。洪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在日本各地进行友好访问后，满载着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战斗友谊离开东京回国。日本各界友好人士、旅日朝侨和旅日爱国华侨数百人到机场热烈欢送。再见吧，亲爱的朋友，代表
表团历时40天的访问，将近万里行程，你们日夜操劳，热情招待，使我们生活在亲切温暖的友情之中。亲爱的朋友，在这依依惜别的时刻，多少美好的记忆涌上心头。奈良城外，我们携手漫步；乒乓台边，我们促膝谈心。从九州半岛的港湾到北部高原的山城，我们播下的友谊种子必将成长壮大，根深叶茂，繁花似锦。